喜欢玩的游戏《精灵之镜》。你们看，这是我在游戏里做的一整套秋意风格的精灵球小屋，是不是和我的小精灵超配的？戳一戳这些超级可爱的小家具，可以随意移动到你喜欢的位置哦，还可以和我的小精灵互动。小精灵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不去读书呢？